船啊，我刘玄德会秉承大志，勇。好好好，该我燕人张飞出马了。时值东汉末年，恰逢天地异变，饥荒频发，使得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。此时一个名叫张角的男人横空出世，他在冀州创建太平道，以此拯救世人，顷刻之间便掌握了民心。中平元年，张角率领太平道举兵起义，反抗朝廷。头戴黄金的黄巾军在各地同时揭竿而起，这便是后世口中的黄巾起义。朝廷虽然火速派兵镇压，但是无奈接连败退，延续了400年的汉王朝即将走向终结。我听说有个保镖的活儿不错，没想到来了一看，被别人给抢走了。哎呀，真是白跑一趟。张飞，字翼德，出身燕国幽州涿郡，因此自称燕人张飞。英勇无比的战士，性情豪放，做事磊落，为人坦率。但是如今却因毫无用武之地，只能四处游走。可恶，这儿有酒馆没有啊？我要痛痛快快喝上一顿。为何吵闹？哦，太守大人正在招募民间士兵啊，听说那群黄巾军也来到这一带来了。嘿，听着还挺吓人的。哦，招募民间的士兵啊。反正我白跑了一趟，正闲着没事呢。打打黄金，身上筋骨，也不坏。不，不好了，黄巾军来了，他们已经到了村子的附近。这可怎么办？现在去求助也来不及了吧。大家冷静，事已至此，我们只能用武力保护村子了。黄巾军应该想不到我们会展开战斗，如果能抓住破绽，就可以获得胜机。就凭我们这些人根本没办法战斗啊，只能把手头那点钱全部拿出来，恳求他们饶我们不死了。为什么会跑到我们村来？还是快点准备逃命去吧。有没有人愿意与我一起为保护村子而战？这位兄台，阁下的志气令人佩服，我也愿意一起去镇压黄巾军。哼，我正好想要大闹一场呢，也算我一个。你们
不是这里的人吧？不过，敢进不进，我们一起来保护村子吧。必须镇压揭竿而起的黄巾军，我们要平息战火，让百姓安居乐业。感谢二位鼎力相助，我名叫刘玄德，能与你们这样的英雄并肩战斗，真让人安心。我是关云长，相会极为缘分，今后还请多指教。我是燕人张飞，起力气，我谁也不怕，请多指教啊。现在是黄金之势，也就是我们的天下，绝不许有人前来阻碍。你们是不是想阻挠黄巾军？那就来和力大无穷、跑得飞快的周仓决一胜负吧！都给我闪开！这下糟糕了，我还是快点逃吧。李将被我击败了，这点事儿简直是易如反掌。各位请放心，我们已经击退了黄巾军。什么？你们真的？骗你们干什么呀？他们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，一时半会儿是不会有人打回来了。多亏了这位兄台呼吁我们共同战斗。各位如果要感谢，就请感谢刘备大人吧。是卖竹席的刘备救了我们的命，谢谢你刘备，我们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。不，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而已，我怎可接受大家的道谢？大家可以平安生活，不再受到威胁，我就觉得无比幸福。燕人张飞，你听到了吗？在这个时代，居然能优先考虑百姓的幸福。我也走过不少地方，这种人真没见过。这家伙有胆量，上阵不害怕，手上的功夫也挺厉害。看来他绝非泛泛之辈。是啊，这家伙可真有意思。二位似乎也在看那个告示牌，可是有意加入义勇军？
我还不知道，但是我的确产生了强烈的冲动。如果可以纠正这混沌的世间，尽可能多的拯救挣扎于乱世的百姓，那我愿意加入。你想的都是大事啊，我就是不想埋没这一身本事，只要能在战场上大展身手，应征就应征吧。原来如此，我已经厌倦了流浪，想找个栖身之所，想着想着就正好看到了那个告示。虽然彼此志向不同，但是我们现在齐聚于布告之下，不如我们三人一起从军吧。好啊，我是无所谓，我和你们俩也挺合得来的。我也有着同样的想法，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去吧。也不用那么着急吧，咱们遇到一起就是有缘，起码也得喝上一杯啊。确实如此，我也想多了解一下二位的事迹。那么就去酒馆吧，到了那里再继续详谈。什么？刘备大人竟是中山靖王的后人？和黄巾军作战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不是一般人，可是想不到居然是皇亲啊。只是过往的家事罢了，你们也看到了，现在我就靠卖草席为生。那你只管卖你的草席不就行了，怎么突然又说出保护村子这种话？总不会是为了对得起你的血脉吧？也有那个原因，不过那时我只是想保护这个村子和这里的百姓。在战斗之中为了保护百姓不惜置生死于度外，真是让人敬佩呀。你这家伙可真有意思，想不到能遇上这样的人呢，世上可真是无奇不有。可以遇到二位英雄，我也十分荣幸。两位在之前战斗中的勇猛英姿，真令人佩服。我们能再次相会，真是有如上天注定一般。是啊，要说是偶然，那我们也太合得来了。不如在此结为兄弟吧，二位意下如何？哦，这个提议好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我有感觉咱们肯定能干成一番大事。与你们二位结为兄弟？但是我这样的人真的可以吗？正是，不为其他，只为长兄刘备大人。没错吧，义弟？什么什么？怎么我成最小的了？既然决定了，就换个地方结拜吧。哪里有合适的地方呢？不如去这个村子的桃园吧，现在正是开花结果的季节，景色十分宜人。人生真是不可思议，没想到刚刚和你们见面，咱们三个就要结义为兄弟了。朋友不论金旧，贵在真诚以心相交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缘分，或者可以叫做情分吧。是不是啊，燕人张飞？
叫我义德吧。既然要结为兄弟，就别喊他这么见外了吧。二哥，有道理，义德说的没有错。来，咱们举杯盟誓吧。好的。为只愿与兄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俺也是，只愿随兄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同心协力，将仁义布于天下。
您要用马吗？嘿嘿，期待您的再次光临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，今后也请您多多关照。好东西应有尽有。感谢您的光临。
好东西应有尽有。感谢您的光临，好东西应有尽有。感谢您的光临。嘿呀，您正在打猎吗？看来收获颇丰啊。我虽然不擅长打猎，但是很喜欢猎物。今后只要将打到的猎物拿给我看，我就会付给您相应的报酬。嘿呀，是您呢，在那之后您是否别来无恙？谢您的光临。Thank you.